鬼鬼祟祟的，你们一定有事瞒着我吧？都这个时候啊，母亲有什么用啊？吴恒，我们一起去林家台看看吧。所以你们让我上来，就是来吹风的。吴恒，对不起。啊？对不起什么？本来还想说，你去美国之前必须赢一场比赛的，结果没想到输了。你来了月亮岛之后，真的发生了很多事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棒球队不会那么快就重建，我们也不可能打到今天。虽然你表面上总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但不管有什么困难，你都会帮忙。吴桐，这件事情我跟小聪商量过了，你要去美国的话就去吧。我明年给你拿冠军回来。吴桐，我知道你去了美国会有更好的球队，更厉害的队长和队员，你根本不在乎我们这破球队。但是你有时间的时候，能不能回来看我们一下？我们一起训练了这么久，你回来看看都不行吗？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吴桐，你这件事儿我们还没有跟别的队友说，你有空的话停。我什么时候要去美国啊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联赛结束之前不会去美国。那我有说过联赛之后再去的吗？那你不去美国了？吴桐他真的不去美国啊？哎，那我们搞这些出事为什么呀？那给你们吃饱了呗。你们是为了我准备的吗？原来我去美国，你们那么开心啊！